嗨，你好，我是陈楚舒，我在香港来，现在住在苏格兰。在四年前，我跟着师傅 Tommy 在德国来的师傅何永春学了四年。在这四年里面呢，有很多东西学到，尤其是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可以能够自卫，保护到自己是很重要的。还有这里的永春是很容易学，还有给我很多信心。我以前是很怕丑的女仔，现在我就没那么怕丑，还有比较勇敢地面对人生。在这个永春家庭里面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很多非常好的朋友教了我很多很好的永春功夫，所以我很享受，希望有多些女仔加入永春家庭里面。多谢。